大家看一下啊，市政府门口这么大个门，我车坏了，在这我打电话叫救援，我怕影响后面车，这边现在特别堵，告诉我市长要从这个小门出来，让我让开。我说市长来了，我跟市长说，这个保安啊跟我说，你跟市长说能说得上话吗？你是干什么？你算个什么？他说的啊，我算个什么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通化市市民，车坏了，我借用市政府门前的这么宽的地方，我借用一下，有问题吗？我坏了车，我有什么理？推一推吗？你让我自己推啊，我自己能推动吗？你看这态度，来，我不跟你喊，我没有文化，我没有文化，我小学毕业，我没有文化，你有文化？你哪个大学毕业的？我问你，你哪个大学毕业的？